台湾公广集团华视教育文化频道，您现在收看的是华视教育文化频道，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审计学下。今天向大家介绍我们审计学的第36讲。36讲探讨的内容是电脑资讯系统化的审计。那么在教材部分就要请大家参考我们第23章内容。那么今天这讲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个讲次，也就是审计学的最后一个讲次。那么今天这讲次探讨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的对一个查核工作的影响，第二个是电脑资讯系统下它的风险以及内部控制的特性，第三个是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的内部控制，第最后一个部分就来评估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的内部控制。当然这个讲词的内容名称上好像很长，什么电脑资讯系统环境，那简单讲就是一般通俗讲的电脑处理的环境。那从我们审计角度讲，就是要审计。我想要了解这个，我们要先看到下面一段文字说明，让大家做一个基本的认识。在我们审计准则公报第37号公报是谈到，他说一个受查者啊，不知道怎么样子，你是自行或委托他人使用各类机型电脑来处理财务资讯，就指的是电脑资讯系统的环境啊。你不管是自行处理和别人处理这个，基本上查人员他的查目的以及查范围不会因电脑资讯系统环境而改变。不过受查者的处理、储存以及传输财务资讯的方式会因为使用电脑而改变，当然就影响它的会计制度以及内部控制。这是我们在讲这个讲次的之前各位要了解的。当这个讲次我要先跟各位同学说明，这个讲次其实介绍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啊，里面涉及很多电脑技术，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对电脑认识我们也没有在这里介绍啊，所以这先这样说明。好，我们就看今天第一个部分，就是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对查核工作的影响啊，这个影响。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审计准则公报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看它一段文字的说明啊。审计准则公报就讲到是说，查核工作啊，可能因为受查者电脑资讯系统的环境而受影响。那简单讲，这种的环境可能对查人员执行下面工作的时候会影响哪些工作呢？像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要去了解受查者的会计制度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的程序啊。第二个，对于固有风险以及控制风险考量。第三个就是对于控制测试以及政策的设计以及执行，其实都是会有影响。我们在执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太用电脑处理，当然就有影响。除了了解这个之外，我们必须知道，当你面对一个电脑处理的资讯的时候，我们在拟定查核计划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下面这些因素啊。哪些因素呢？第一个就是电脑处理会计这个作业它的重要性以及复杂性。我们第一个了解什么叫重要性，就当你电脑它所处理的会计事项对财务报有重大影响的，这叫我们重要性，和我们一般会计观点是一样。第二叫复杂性，复杂性指电脑处理会计事务系统的复杂程度。那么
一般我们讲复杂的应用系统，包括下面这些，好比说你的交易量大的时候，你是使用者不容易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发现以及改正错误，这是我们要知道在这面上。第二个就是重大交易或者分录直接由电脑程式自动产生，这个你可能没有经过人工处理，这也是复杂。第三个就是重大交易或者分录是由电脑执行复杂的计算或自动产生，因此它没有办法独立去做验证。最后一个复杂就是交易它是用电子方式来进行，而没有由人工合约它的适当性以及合理性，这都是我们了解它的特性。在我们查计划下面第二个要需要注意的就是受查者电脑执行系统它作业的组织结构以及电脑处理它的集中与分散的程度，这是我们在拟定查计划时候必须要考虑。最后对于取得电脑作业资料的难易程度，你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是容易取得还是不容易取得，这都要考虑啊。好，这是第一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我们要介绍就是所谓电脑执行系统环境风险以及它所谓内部控制的特性。那到底有哪些风险或者它特性呢？我们一一介绍。第一个是缺乏交易的轨迹，电脑处理的话你没有人工的处理，所以当然就不知道。第二个处理程序的一致，因为一致它就不像人工作业发现错误后面可以改，它这个电脑就没办法。第三个它是缺乏所谓职能分工，在人工处理的时候可以分工，在电脑的时候我一贯等于作业下去，所以它就没办法职能分工。当然第四个啊，就发生错误及舞弊可能性比较高，这里我们要看另外一段文字的说明。一般所谓电脑容易发生错误，主要它的原因在哪里？它比人工主要这个容易发生错误主要原因哪些？第一个，资讯系统开发维护及执行较为复杂。第二个，所谓未经授权存取资料或改变资料，它可能不留痕迹。第三个，因为人工作业减少，以至于人工所以侦查的错误及舞弊的机会就降低，所以在设计或修改应用程式或系统软体所发生错误舞弊可能长久存在而没有被侦查出来。这就是在电脑处理系统为什么容易发生这个错误，就它几率高于人工，主要在它很多人工的这个审查机制就丧失掉。当然它有一些特性，我们看第五个特性。因为第五个特性就是交易由电脑自动产生或者执行，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一化，一化其实就是用电脑啊，它一开始从一源头就开始处理，一点进去好比说一输入之后，后面就可能报备产生，中间没有经过任何人工的处理，没有经过人工的合约，所以这都是要注意。那再来一个它的特性，就是所谓我们讲的人工控制有时候要依赖电脑控制啊。然后第七是所谓它的特性，就是可以提升管理阶层监督力。那电脑处理有它风险，有它的优就是长处，就是提升管理阶层的监督能力。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它的特性来作为我们提升管理的动力。那当然最后我们审计人角度讲，我可以用电脑来辅助啊我们查核机制，在我们国内实务里面就有很多适用这种，你用电脑处理，当然我就用电脑来处理这个事情，我用电脑来查啊。所以我们在坊间我们国内就有很多利用电脑的查核技术，尤其我们讲抽样，以前人工抽样现在可以用电脑抽样，这都是我们在电脑环境之下它的一个特性以及它可能风险啊，这个我们要了解。介绍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好，我们现在介绍这个讲师的第三个单元，就是电脑执行系统环境下的一个内部控制。我想谈内部控制，我们在人工作业下当然有很多内部控制，那电脑因为很多都是由全部很多作业都在电脑的作业，所以我们一般谈电脑的控制大概大家知道都分成两个部分，就所谓一般控制以所谓的应用控制。那在这里我们站在一个审计角度来讲，那什么叫做一般控制
啊，我们再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他讲所谓一般控制，假如说涉及到所有电子资料处理的作业，是一般概念中的一般控制。那仅仅是涉及到特定的会计工作，好比说我们讲的登账啦、分录的做成啦、等等这些，好比账户的清单啦、薪工表的编制等等，这就是我们讲的应用控制。好，我们就针对这两个部分，我们来做一个说明啊。那至于所谓一般控制，一般控制大概又分成下面这些。那首先我们讲一般控制目的就是建立对电脑资讯系统作业的这个架构，来合理确保内部控制整体目标的一个达成。那在这边之下，它大概有哪些？第一个就是像组织及管理的控制，就是建立电脑资讯系统作业的一个组织架构。那下面又可以细分，第一个管理控制相关职能的一个政策与程序，你都要有这些所在。第二个职能的适当分工，虽然它是一贯作业，但是基本上还是也可以分工，好比交易输入、程式的设计以及电脑操作，应该由不同人员来执行。所以这是第一个基本的部分。第二个就是在所谓应用系统开发以及维护控制的方面，那这里可以分几个细的部分，就是新的系统或更新系统的测试、转换、导入以及相关文件的记录，这要有。第二个，应用系统的变更。那么第三个是对于系统文件的存取。那第四个，所谓对外购以及委外开发的应用系统。那对这些呢，都要建立内部控制，才能确保我们的电脑运作。那么第三个部分就对于所谓电脑操作的控制，那下面这些我们都要建立所谓的控制程序，哪些呢？第一个，系统仅仅在那个整个授权的目的之下才能使用；第二个，经这个是吧？仅仅经那个授权人的人员，就是我们要电脑控制责任的有授权的人才可以操作电脑。那么第三个就是仅可使用经授权的程式，那么。最后就是处理错误可被侦测并更正，像这些我们的一些控制程式啊。那么第四个部分就是系统的有关软体方面的控制，一般可能针对这些你要建立所谓控制程式。第一个，新系统软体或修改系统软体，它的授权、它的核准、它的测试还有导入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的一个记录。那么第二个，所谓经授权的人员可存取系统软体以及相关文件限制，这都要建立一个控制测试。那一般控制还有一个就是资料的输入以及程式控制，基本上要建立控制要确保下面这两个信息，一个是输入系统交易业经适当授权，第二个就是仅经授权人员才可以存取资料以及程式。我想这一部分的所谓一般控制各位同学都非常了解啊，因为在电脑作业里面，就是说有权利人，就是被授权人才能够进入电脑，不管是输入或取得电脑，它是基本的。因为在电脑处理，它的控制不像人工控制，它有一个分工，可电脑是没有，所以它必须要这样做。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一般控制。那下面所谓应用控制啊，应用控制。那应用控制一般就是分成三个部分啊，因为应用控制目的在建立应用系统特定的一个控制程序，来合理确保所有的授权记录以及它的处理它的完整正确，以及我们在讲所谓的叫做比较在及时的概念啊，及时概念就是要的时候马上就来。好，一所谓应用控制大概分为这几个啊，最重要大家知道就是输入控制，输入控制主要建立很多的这个程序，要可以确保这些事项。第一个，交易于电脑处理前业经适当的授权；那第二个就是一个交易已经适当转换为机器可读取的形态，而且已记录在电脑资料档里面；第三个，所谓我们讲交易它没有遗漏、虚增、重复或不当更改情形；第四，错误的交易业经拒绝更正，如有必要应及时重新输入啊，
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些程序，要确保这些事情不会发生。这在输入面啊，输入面要注意。当应用程序输入的时候，下面就是所谓讲的第二个处理及电脑资料档的一个控制。那这些要建立很多程序，主要要确保下面这些事情要能够达成。第一个交易，这里面包括系统自动产生交易，液晶电脑适当处理啊，液晶电脑适当处理。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没有漏、虚增、重复或不当更改的情形。那么第三个就在处理所谓错误，液晶辨识而且及时更正啊，这是处理上的优势。那么应用控制当然第三个部分就是输出控制。那么在输出控制的部分，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很多很多的程序，要确保下面事情：第一个，处理结果的正确性；第二个是经授权人才可存取输出的结果；第三个就是输出结果及时提供予适当的权责人员。好，这个我们比较快速的让大家先初步了解一下所谓电脑的内部控制，不管是一般控制或者是所谓我们讲的应用控制。基本上大家知道电脑处理，我们从前面特性了解到，电脑等于算是我们套句一般通俗话讲，它是一贯罪，当资料输入进去之后都处理都在电脑里面处理啊，所以最后就是资料输出。所以我们在一般来讲，你最重要就是资料输入那边要避免发生刚才产生问题，在输出的时候资料也不能随便让别人啊，不能让他们随流，所以谁有权利去存去取啊？所以在电脑里面很强调的一个什么，一定要有被授权的人才能去接触电脑。所以一般的不管机关、团体、学校，我想一个电脑室、作业室不是随便人可以进出的啊，不是随便人，尤其像好比是一个大的一个公司行哦，他电脑是用，假设我们会计自己，那会计师全部用电脑的话，我想他就不应该允许随便人可以进进出出，或随便人可以去输入啊。那么在会计作业里面，好比他要我们做分录的时候，他每家公司都有定，好比102年的年度结账，我到几月几号就我们一般讲的关账，就电脑叫关机关了啊，就是在这时间之后就不经过。没有经过允许，没有经过有权允许的人进入电脑去更改。所以任何人，即使你平常是输入作业分度是你输入，你也不能随便进到电脑里面去所谓做调整分度或做更正分度，只要有授权的人才准许啊。他当然事前一定有个审查机制，为什么要做这个更正分录？为什么要做调整分录？为什么在当时，好比说我们定的是二月底就要截止，你二月底把所有的调整分录、更正分录都要经过全部登录出来，然后经过一个核准，然后再输入电脑。那过了时间之后，你再发现说，哦，我这还有笔调整分录漏掉，还有谁需要更正的，还有什么特别，尤其那种特别的分录，你特别要注意。所以这不是由你平时能够接受电脑或平时能输入人来说，一定要经过有权的人才。这是我想在电脑处理账务的时候，处理所谓资讯的时候一个基本概念啊，这是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好，我们现在介绍这个讲词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评估电脑资讯系统环境下的内部控制。大家都了解，当一个资讯处理是用电脑来处理，我们会计资讯有电脑处理的时候，当然它有很大的变革，很大变革，它这个所谓分工的功能其实已经没有了。当它用另外方法来做一个防堵，虽然电脑资料处理系统，但整个会计作业可能有变动。可是从我们审计角度的，从技术层面来讲，审计的基本观念来讲，其实没有大影响。固然它会影响到我们审计的很多的技术，可是基本的观念，基本观念是并没有变更。所以在这个我们讲的电脑环境之下的所谓内部控制如何评估呢？我想过程还是我们从人工作业方法一样，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要去了解内部控制啊，了解内部控制。那对于控制内部控制的了解，我想我们从学审计一开始讲到一般公认审计准则总纲就第一号公报，其实就讲过，你在查一个企业之前，你必须要对它内部控制叫做充分了解啊，用抽查方式等等去做一个了解啊。那他了解完了之后，当然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去做一个记录。我们讲过是，最好方式是用截图方式，因为现在用电脑化，用画流程图其实更加方便。当然前面要配合着问卷调查的时候，我们叫问卷的方式啊，问卷方式，问卷和流程图一个搭配是可以记录我们对它内部控制。所以内部控制了解是第一个程序啊，不管你是人工作业还是电脑作业都是这样的。当然，假设面对一个电脑作业的时候，你的一个事务所人必须要懂得电脑，就是我们讲一般在此他叫 IT 人啊 ，IT 人就是尤其国内大型事务所，他们有很多专门懂得这个属于电脑这部分人员，他要去这个我们讲要参与啊，参与这边的工作啊。所以现在的审计工作不是单纯我们学会计的。学审计的人员，实际上他要搭配其他的人员去，尤其我们讲的 IT 人，好，这是第一个要注意啊。那第二个，当然按照我们传统来讲，就是要进行什么内部控制的抽查，也就是控制测试。根据我们过去了解，抽查啊，抽查就是我们选取很多样本来做，假如人工作业的话，你就很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可是现在，假如用电脑怎么办？电话你怎么处理？其实面对这种所谓电脑的一个环境化，我们在审计的技术有所改变，审计观念没有变啊，审计观念并没有变。那技术层面其实有两个部分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讲，虽然你是面对的一个电脑，但是我不利用电脑啊，所以一种方法就是不利用电脑来查，也就是我们讲绕过电脑审计。那这什么意思呢？就这种方法也是将请你把电脑里面的资料用电脑影印出来变成纸本，那就纸本的时候就如同是人工作业产生各种记录，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肉眼可以看到的整个完整的审计轨迹。就我们前面讲的环境的特性是缺乏交易轨迹，假设用这种方式交易轨迹就还是出来了，同样我们审计轨迹有，所以查人员当然可以利用和人工处理会计资讯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做查，所以这种查方式就绕过电脑审计，其实和人工的面对人工作业的方式是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当然在这方面就变成说，我们对于电脑这部分并不需要懂得很多，可以说你说我不了解电脑是不是就可以做，其实从某种你面对规模小了其实可以啊，可以，因为国内我们中小企业很多时候是利用坊间的会计软体啊，坊间会计软体，当然在国内来讲，这叫机器记账，实际上是电脑记账，因为它从这个资料输入，它是透过电脑及报表产生的电脑。当前端是资料输入做分度的时候啊，它要有啊传票的影子，但是到最后它会存传票等等，一般人工作业的时候，它还是存留在啊存留在。可是，一旦你面对一个大规模企业，你叫他把所有的电脑作业，就是会计资讯全部用印，也就是纸本来讲，那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可能要利用电脑，所以就是另外一种查核技术，就是我们讲利用电脑查核。那利用电脑查核就是所谓穿过电脑审计，一定要进入电脑进去。那一般这种的查核技术大概采用很多的方法，好比说试验资料啦，或是控制程序处理程序啦，就是我们叫控制处理啊，还有平行模拟啊，平行模拟。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前阵子所谓那个高速公路通行的这个 ETEC 这个案子，里面其实报道过，他可能就没有做所谓这个这一方面的处理，好比说平行模拟啊。当然当时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全天免费，实际上他们。就错，我们要测试它到底它的这个系统是不是完整，你必须要让它能够作业。假使你全天免费去行驶的话，那根本就没办法测试，所以你一定要给它时间给测试。那这就是讲的这种方法。那在这个方法里，我们介绍一种叫做平行模拟。
平心摩尼的意思就是刚才所讲的，是由一个这个审计人是自己操理，就是模拟一套的方式。好比说我自己去制造些某种分度，然后我们造的结果，然后我进到你的电脑系统里面来去 run 一遍，那这个结果是不是跟我是一样？那所以一般来讲，所谓的平行模拟啊，平行模拟就是怎么做呢？它的这个作业就第一个，我们要确定所谓想要验证的它的应用功能要确定。第二个，我们要了解它的处理逻辑，就是他们受查者他们的电脑处理逻辑。第三个，要确定输入资料以所使用的所谓资料它的输出的结果。第四个，要应用审计的一个软体来确定处理逻辑上的一个处理过程。那在下面就是要有应用确定后的一个输入的资料以输出结果，对于委托人的系统以及所谓模拟系统执行的操作做追踪以及查验的差异。那看了这些之后，他操作的步骤之后，各位就想象到，假使你要利用电脑来查核的话，你的电脑必须了解。假如你不懂得电脑，你想想看你怎么去查别。所以他讲过，那个面对一个大规模的企业，你必须要有 IT 人，就是电脑程式设计人和电脑懂得电脑人要进行，要配合我们所谓一般讲的审计人要一起进行查。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抽查，当然就最后就进行到所谓评估内部控制，内部控制评估。当审计人了解以及抽查内部控制之后，也就需要评估内部控制，这样来决定内部控制可以信赖的一个程度啊，先说。那么审计就依照评估内部控制的资料来决定我们的审计计划，使得财务报表达允当性的意见的时候有一个强力的一个依据。我想这都是我们基本的概念。所以我讲，利用电脑来处理所谓会计资讯、处理财务资讯，那站在我们审计的角度来讲，它基本观念并没变动，只是技术有所改变而已，其他并没有什么太大更动。当然这个讲是基本介绍，是一个观念性问题，那详细的各位可能还吸收很多电脑的知识。那么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介绍这个最后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查方法应该随着会计处理的方式而改变，查方法要随着会计处理的方式而改变。简单讲，它会计处理方式改变，你查核技术就要改变啊。虽然我们国内中小型企业它还是可以有纸本的存在，当然你还是可以用人工作业方式来处理，但是你面对一个它没有办法，它要列印出纸本的话实在很浪费的话，它你必须要用电脑技术啊，这样子有些要自行要开发啊情况。那对于中小企业，我们国内还好，有些外面的一个电脑执行公司，它会设计、会开发出很多审计技术供我们去使用。所以在我们国内，其实这方面都能够随时去改进，所以与时俱进，这是我们这一讲是最重要的观念。好，那么整个我们审计学就介绍到此，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